xây à? Dùng sâu! Hoặc ta! Tôi dùng cầm cung, tôi lâm thôi! Đi cái sân sâu mũ chỉ đánh cầm phai à mà? Dùng sống cháu! Cháu ở bên! Chẳng qua là! Chẳng qua là! Sao cái điểm à? Điện tử 扫描分析的结果是好定系唔好？照电脑的数据分析，佢体内的能量冇办法发挥。究竟点解咧？后生仔通常都唔注重身体健康，要彻底改变佢嘅饮食同埋生活习惯，重新提升佢体内的潜能。嗯，我怕佢都系挨唔住噶啦。你想佢好，就要俾佢挨下苦，将来佢实会多谢你嘅。自从我出狱之后，我睇朱木同洪杰越嚟越唔似样。佢哋实在太过分啦！佢哋根本就唔放你在眼内。我担心，赤神，佢哋会背叛你，而且佢哋可能会连埋一齐吞并赤神帮嘅。佢哋嘅势力已经好大，咁样落去好难控制噶。血型，我唔怕坦白同你讲。自从我被黑侠打伤了之后，一直被困住在监狱里面，我受的伤到现在还未完全好翻晒。现在
我需要时间去恢复能量，所以就俾佢哋长多几年命啦。喂 ，Jackie 啊，你搞乜鬼啊？你估下，我等咗你好耐啦，你边啊？都话叫你估下咯，如果唔系咩叫惊喜啊？好啦，快啲现身啦！好啦，即叫即到。咦？嗯？喂？喂？哇！嘿，正喎、啊！睇下你啊，鬼鬼祟祟咁，有正门唔入。我鬼鬼祟祟？最近咧，我知道你有运下，三唔识七咧，居然有人俾份遗产你、啊，想揾你都几难、啊。喂，你唔识打手提啊？你个手机啊，成日飞咗留言信箱啊，每次都话我迟啲复你嘅、啊。咁我系做紧嘢啊嘛。你啊，成日都话唔得闲，老实讲啊，我就唔信啦。你话实啦，你系咪唔记得我呢个孤儿院嘅穷兄弟先吓、啊？我哋一齐大噶，仲亲个亲兄弟啊！哇，你咁讲嘢真系笠死人咯！仲话亲兄弟，我等你闷到抽筋啊！我都唔需要你等噶，最衰就系你个管家啦，几麻烦啊，系都唔俾我入嚟喎、啊。唔好讲咁多啦，有啲咩好玩先？我都谂紧有咩好玩啊！你话咧？我叫你帮我谂下点样解闷，你又问翻我转头。我真系唔明白啊！你而家好食好住，无忧无虑，你仲想点啊，大哥？你话啦，坦白讲啊，咁有咩好啫？我情愿好似以前喺孤儿院咁生活啊！我住喺呢度啊，好似坐监咁，仲受人气啊！诶、欸，如果你睇佢唔顺眼嘅，咪兜佢走咯！我梗系想炒鬼咗佢啦，弊咗仲未有权啊嘛！咁就唔好乱嚟啦，忍住少少气先啊！等到你大权到手之后。你就一腳咁踢佢走！哎呀！哎呀！鐵管家，嗯，佢係邊個？係我朋友嚟嘅。嘿嘿，唔認得我啦？正話咪你趕我走嘅咯。你而家即刻走！嚇、啊！天明，你跟我嚟，我有嘢同你講。哦。喂，真係要我走啊？哇！你咁冇义气啊！哇！要食咁多药啊！食完仲使食饭咩？咁你想点啊？唔食就得唔得啊？得，唔食就打针啦。哦，咁食药。身为黑侠嘅继承人，一定要有强健嘅身体先至得嘅，因为黑侠会有好多仇家嘅，你无时无刻都要准备俾仇家追杀嘅，明白吗？我真系明啊！我点解无端端咁多仇家嚟追杀我嘅咧？因为你是黑侠咯，咁好唔公平啫。呢个世界冇唔公平嘅，我话俾你听啦。黑侠嘅死对头赤神已经逃狱成功，佢唔会就咁算数嘅，佢一定会翻嚟揾黑侠报仇嘅。如果你而家唔勤力啲，练好自己嘅功夫，你就一定会死喺赤神嘅手上。哇，好苦啊！啊可以成为真正的黑侠啦！
你好吗，赤神？赤神，你面色不错啊，看来监狱的生活都挺适合你啊。你什么态度跟赤神说话啊？他说你态度不好，他样很乞人憎。哦，态度不好不代表我对赤神不忠啊。说得对，那为什么你不杀黑侠啊？你问他们吧，不关我事的，他们说叫我拖住黑侠，没说杀他的。喂，你不要打横来说，受爹了，没大没小，几时轮到你说话？不要说废话了，赤神，你叫我来究竟有什么事？想跟你谈单生意。相里面的人叫做双少奇，他发明了一种新药，是专门医治疯牛症，只要将他捉到手，欧盟就一定会出钱买条药方的。那我有什么好处先？事成之后，你八成，我两成，怎样啊？咁都几吸引啦，真系咁好。你系咪惊啊？不过黑侠实会出现。如果你帮我杀咗黑侠，我个两成都俾埋你啊！一言为定，我哋走。赤神，你班手下全部都是废柴嚟嘅。够钟练功，唔练功得唔得啊？唔得，都唔明嘅。次次我争打爆机，次次走入嚟，仲识个簿记添。天明啊，我唔可以放纵你噶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你唔系一个平凡嘅人，好多好似你咁嘅年纪嘅后生仔，佢哋可以做嘅、玩嘅，唔代表你一样可以做、可以玩。因为你背负的责任和身份跟他们不同，这点你知不知道啊？你明不明啊？阿弥陀佛，听大师一直说小珍胜读十年书啊，善哉善哉。你现在是不是嫌我烦啊？不敢，不过下次帮我打完记先啦。好啊，你想打爆记啫，咁我就俾一次机会你啦，真嘅？你几时打爆机，你就落嚟啦。哇，认真大场面喎，好彩跟埋你嚟啫。跟埋你啦。哇，你条女好正喎，田先生。张博士。呢位系傅天明先生，我哋基金会嘅总裁。张博士，你好。傅先生，你好。呢位系啊。哎呀，我叫 Jackie 啊。唔使你去啦。我系啊 ，Jackie 啊。傅先生，好多谢你一直支持我研究。唔使。啊，不如咧以后叫名啊，咁啊亲切啲噶。张博士啊，今日嘅午餐会特别为你而设嘅，请你主礼啦，嚟啊。失陪啦。
呢位小姐啱唔啱你胃口啊？睇下你口水流晒咯喎！你出少句声当帮忙啦，我实帮你嘅。弹开啊你！各位先生、各位女士，今次我哋好荣幸请到发明专门医治疯牛症特效药嘅双少奇博士，请大家一齐分享佢嘅研究成果。等我教翻你几招追你嘅必杀技啊！你照足我嘅吩咐去做咧，包保佢棒棒声咁走埋你啊！张博士，唔该。最近我喺个海湾嗰度发现咗一种微生物，经过咗一连串嘅生物化验之后，证明咗呢一种微生物具有对付疯牛症病毒嘅抗体，并且成功咁研制出呢一种医治疯牛症嘅疫苗。多谢。各位嘉宾，我哋多谢双博士。真系绝啦，姣婆衣着脂粉客啊！系，好多谢你哋嘅招待。应该我哋多谢你先啱。真系咧，你个科研成果可以救翻好多病。小天，带佢翻见赤神。停车！你安全，继续开车。我已经讲过好多次，唔好骚扰我练功。因为事出突然啊，我下不为例吓。系，赤神，双少奇俾嗰个黑侠救走咗啊。应该冇可能，点会俾黑侠救走咗嘅呢？朱木同红蝎，再加埋佢哋班手下一齐出手，根本系唔会输俾黑侠嘅，除非佢哋两个兄弟。火鸟，呢件事你要负全责。我愿意接受惩罚啦。我惩罚你，就可以对付到黑侠啦咩？你用下脑，谂一个可以打败黑侠嘅方法俾我。朱木同红蝎目中无人，等我恢复咗体力之后，就会收拾呢两个人嘅啦。我肯定今日绑架双少奇嗰班人就系赤神嘅手下。赤神，我同你讲过噶啦，赤神是不会放过黑侠的，你一定要自己去面对他，将赤神彻底消灭。田先生，双博士，为了你的人身安全问题，我建议你最好就不要住酒店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在这里没有亲戚朋友的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可以住在我们这里。我哋已经报咗警，警方会保护你嘅，请你放心啦。佢哋点解要绑架我呢？佢哋绑架你嘅目的，好明显系为咗你嘅新发明。佢哋想得到条药方，
佢哋神唔会罢休嘅，一定会再次行动。咁好，就照你意思去做。嗯，咁啦，我带你周围睇下，行啦。唔该晒你。今次失咗手，车神一定会好嬲。咪见招拆招啦！人呢？你问火燎咯？你想推卸责任？呢啲都系事实。车神，你想点啊？朱母，我谂你系个聪明人。赤神帮而家筹备紧一个好大嘅计划，机会就喺你嘅前面，睇你自己识唔识争取啦。我限你七日之内将双少奇捉嚟交俾我。听住，如果你再失败嘅，咁后果就由你自己承担啦。恃住自己有特异功能作威作福，我都冇恰噶。你想背叛佢？冇错，我睇佢唔顺眼，唔做低佢，一定冇运行啊！哼，大家坐埋一条船，你话点就点啦。够义气啊！走。喂，天明啊，你家喺边度啊？你等我哋成晚啊！你冇话俾我听，你唔出嚟啊！如果你唔出现啊，兄弟都冇得同你做啊！兄弟真系出唔到嚟啊！哎，我真系俾你激鬼死啊！你唔好当我傻先得噶，搵埋啲咁嘅藉口嚟点我啊！咁想点啊？出嚟陪我打波咯！我俾人夹实啊！哎呀，你大个仔啊，谂下计啦！我冇计啊！喂，我夹咗件好嘢啊！嗱，天明，即刻出嚟啊！我话俾你听啊！咁我唔够兄弟啊，系咁啊，真材实料，好犀利喎！请问你平时要开几号波嘅啫？行开啦，我好难沟噶。咁我就要试下啦。你想沟我，我咁快就俾你沟到，咁我仲有面出嚟蒲嘅。哇，咁快即系题目嚟考我，我好有信心噶。系咩？我唔中意唔用脑嘅人噶。用脑是我强项嚟，绝对啱你要求的，你有冇感觉啊？咩感觉啊？对你啊，一啲感觉都冇噃。咁而家咧？你想搏懵啊？我嗌噶。你感唔感觉到我心砰砰声咁跳啊？我就嚟忍唔住噶啦。咁等我摸一下。是啊，你的心跳得很犀利啊。那你的心会不会跟我一样地跳呢？啊，不用你说了，等我摸一下就知道了。你们的男人个个都这么坏，这么下流，没一个是好人来的。男人不坏，哪有女人喜欢啊？等我坦白告诉你啊，我是有内容证明书的，包保你满意，真材实料，不信可以试一下的，来啊，拿来看看。那你跟我回家，我就给你看看咯。啊，怎样啊？要我跟你回家啊？我没那么蠢啊。这么想就走宝了，你不要看我啊，小小粒啊，其实我是钢条来的。你除了坏和无赖啊，还口甜舌滑添啊。我怎么单止口甜舌滑啊，条脷还很厉害，不如试一下。
仲等乜嘢啊？嚟啦，行啦。喂，正经啲得唔得啊？哎呀，发嬲啊！冇咁小气啦，玩下啫嘛。鬼咁衰啊！喂，你个朋友搞乜鬼噶？几时至嚟噶？仲使问嘅？佢做唔到天上嘅星星咯。听你讲嘢九唔搭八咁，咩星星、啊？我根本就听唔明你讲乜嘢啊！星星咧就系会闪噶嘛，条友咧唔系星星，咁咪闪唔到出嚟咯。咁你唔系中意啲有脑嘅人咩？但我自己唔中意用脑啊。哦，个矛盾好难相处噶、啊。你唔好话我唔讲明在先啊！我系个几重性格嘅人嚟噶，所以你要谂清楚先好追我。哎呀，你唔使讲埋啲乜说话嚟吓我，我一啲都唔惊你噶。哎你不要以为我在这里吓你啊！我是讲真的。讲真，我随时都会变成你一个人的，到时你就知道。哎呀，那咪仲正啊！一个女朋友可以变嚟变去，那咪几好啊！你话系嘛？乜你不怕我会杀咗你咩？唔系我等花死做鬼有福啦！又喺度沟女啊！冇花心啊！啊，你个衰仔啊！次次都我等咁耐，冇计啦。啊！我兄弟原來不是星星嚟嘅，我嚟同你介紹下，呢位是天明，佢是血英啊！你好，你好。哇！好肉麻啊！你執到啦？你羨慕啊咧？講咩啊？面紅啊！唔使怕醜喎，飲咖啡先啦，再慢慢睇啊嚇，嚟啊！咖啡，攞糖未啊？你見到我樣咁幸福啊，心都甜埋啦，仲使咩落糖喎、啊？甜死我啦！哎呀，哎呀，急尿添。冇你搭沙嘅。你生得好有型啊！邊度係啊？着旗型啲。誒、哎！讲紧我坏话，边有讲你啊？我都冇出个声。哪场兄弟？唔好叫我长脚啊！点有啊？你唔准呃我，梗系冇啦！你发誓啊！你发誓，我信你啦！我话兄弟讲嘢你都唔信啊？佢呷醋添。诶，同你讲下笑啫嘛，你系我好兄弟嚟噶嘛，我唔信你信边个喎？系咪啊？起身啦！出去玩好玩咩？梗系好玩啦！正话个铁面管家，好在匿埋咋？真系好险啊！佢已经嚟巡过两次房噶啦，
差啲俾你食穿添。唔该晒你喎。我啲宵夜咧？正话忙一阵唔记得买啊。咁我咪要挨肚饿。不如你陪我出去食宵夜啊？依家？好唔好啊？依家咁夜，我谂个甜甜管家应该瞓咗噶啦。不过咁，你要擒枪噶噃。行啦。好啊。第一次见到你，我觉得你是个女强人。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发明对你影响很大？哪方面？你的人身安全。如果你的发明落在坏人手上的话，那在这个世界都会改变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目的的。我的理想已经达到了，但目的还差很远。那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很想认识传说中的黑盒啊！我知道有人想绑架我，或者咁样可以见到黑盒嘅。但你有冇认真咁谂过？当你认识咗佢，或者佢冇你想象中咁好，为咗见佢，要冒咁大嘅险，值唔值得咯？当然值得啦！你知唔知道黑盒对于我嚟讲，唔单止系因为佢救咗我，又因为佢有一种神秘感。有咩咁神秘？我唔觉得。咁系因为你唔喺现场，所以你唔会有呢一种感觉。当时的场面啊，真系好似武侠小说咁噶。我看你都是不要看那么多武侠小说啦。见义勇为，就算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做到啫。个黑侠的功夫好犀利噶，好多人都不是他对手的。他的功夫有几犀利啊？你又不是黑侠，你怎知道他咁多嘢？总之冇人可以改变我对他的睇法嘅。好啦好啦，我又不是黑侠，梗系唔知道咁多嘢啦。我讲下啫。唔好嬲啦，系我唔啱，我请你食嘢啦。你想食咩啊？我而家已经唔想食啦，你自己去啦。随便你啦。冇人嘅，咦？去咗边度啊？快啲搵！仲唔开车？你话想食宵夜嘅，妈我请你食宵夜咩？嗯。
小姐，对唔住啊，呢度系南滨部啊。我知道啊。你帮人按摩，请入贵宾房啊。做咩啊？你做咩咁恶望住我啫？对我好啲都唔得喎。走！如果 Jackie 知道，佢会误会噶。哼！你唔好喺我面前提 Jackie 啊！唔通我同你唔可以做朋友咩？唔可以同你发生关系咩？我又唔系净系属于 Jackie 一个人嘅。是不是我有認識朋友的自由，也都有权选择我男朋友。对不住，欧尔苏嘢我不会做的，你尊重一点。我真的不明白，所有的男人见到我都会嗒晒糖的，只有你不同。你究竟是不是男人啊？你真的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？我都没有权去选择，感情的事没得强求的。我问你一句，唔通我对你真系一啲吸引力都冇咩？冇。今日嘅事，我当冇发生过，你自己好自为之。即系对你真心嘅。哇！你个嘢啊，一个电话叫我嚟，赶死我啦！今日先到嘅，你仲话我迟啊？哎呀，我话你搵咗成半粒钟有多啦，我以为你喺泳池或者打紧机嘅啫，原来喺度打波喎。点啊？关我咩料啊？关乎你人生大事啊！哇！咁严重啊！如果为咗少奇嘅事咧，我呢个做兄弟嘅喺呢方面好有经验，可以帮你出个好好嘅主意。你同血英系咪认真嘅？而家讲紧你同少奇啊，我同血英关你鬼事咩吓？哎呀 ，Jackie 啊，我觉得血英佢唔系几啱你。哈哈，你咁讲系咩意思啊？我咁辛苦啊，先揾到个女朋友啊，天明。老实讲啊，你系妒忌我啊，定唔抵得我啊？血英逼我着红鞋勾引我啊！哈哈，你真识讲笑啊！我讲真噶，你自己小心啲啊！唉，呢啲咁嘅嘢唔好攞嚟开玩笑啦，唔系斩兄弟都反面嘅啫。边个同你讲笑啊？睇你个样又唔似点我喎，我而家就揾血英问清楚，睇佢点讲先啦。唔好喊啦，有咩事咪讲出嚟商量下咯，喊到眼都肿晒，咁啊唔靓噶啦，你唔好喊啦，乖吓。你啊，成日都话自己点醒点醒，其实你蠢过只猪啊！哇，你话我蠢过只猪啊，唔系话？傅天明话佢好中意我，叫我离开你，佢仲话我跟住你冇出息，你有冇理我？你会咁讲嘢，系我好兄弟嚟噶喎。你咁样讲啊，即系话我挑拨离间、搬弄是非、破坏你哋兄弟感情咯，系咪啊？
你有冇证据先？当然有啦，你睇下呢一张金卡啊，系佢送俾我噶。佢仲话完全冇限制，随我点样碌卡都得啊。唯一嘅条件就系要我离开你，仲有啊，佢话我身材好，唔单止非礼我，仲差啲强奸我添啊！我仲有咩面见人啦、啊？不如死咗佢算啦！胡天明，你势不两立。同我玩，你仲未够班。早即匿埋噶啦，够钟啦！我睇住个表先入嚟噶嘛，呢、這个时候咧个铁面都一定瞓到好似死猪咁噶啦。冇办法啦，鬼几咁冇资格炒佢啊！嗯，咁忍下咯。诶、欸，唔好讲佢，好鬼闷啊！有咩计啊？呢又有钱又有面，大把嘢好玩啊！就系谂唔到啊嘛，有啲咩好提议啊？一时间我啊谂唔到啲咩好提议啊，真系头痕啊！嗬。想都不想问你啦。不如即系勾人老婆，勾人条女啊。这个主意不错啊，又够新鲜，不如住家菜啦，又安全又干净啊。但冇目标啊，揾边个好呢？原来虚英讲的全部都是真的，你不是人嚟嘅，我当你是兄弟，你系当我契弟咁玩。话讲笑啫，使唔使咁认真啊？青筋都现埋，我点可以唔认真啊？你想用钱收买血英，佢唔肯，你想强奸佢，你系唔系人嚟噶？你连我条女都唔放过？喂，你唔好乱讲 ，Jackie， 你边听翻嚟噶？你卑鄙！喺我面前，你无中生有，中伤血英，仲话佢勾引你添，目的系想我同佢分手。其实你系想占有佢，太令我失望啊！我讲嘅全部都系真噶。条女想屈我咋？你唔好当我傻仔先得噶，你唔好再扮嘢啦。我都有脑噶，正话叫你勾人哋老婆，你又话好，可惜佢冇目标。我只系试下你噶啫。我人系点你知噶？我系讲笑咋。傅天明，我冇你咁好彩，无端端好似中咗六合彩头奖咁，得到一大笔钱。我乜嘢都冇，只得血英咋？你都要抢？咁仲系兄弟嚟嘅？你听我解释啊！唔使解释啊！由而家开始，我哋唔再系兄弟。你识个条女几耐啊？你信佢讲唔信兄弟讲？你叫我点信你啊？你想怎样？你想背叛我？我要你永远做我只狗。一个人来啊？一个人做不够吗？你唔惊我杀咗你啊？你得咩？你好聪明，想笠住我个头？你以为咁我就发唔到功？释放不到能量，然后就帮我打风牛针，等我变成白痴。你想怎样啊？你想怎样对我，我就怎样对你。
我要你顺从我，做我的门口狗。你的拍档红蝎会帮你打针的。这张机票是天明给你的，你不要再留在这里了，你要立刻回美国。为什么突然要我走？这个地方不适合你，如果你再跟天明在一起的话，会影响他的事业，也会影响你的前途。你不如回美国继续你的生物研究，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，这对天明和你都比较好。天明真的要我走？机票都买了。我可不可以见天明？不行，他有很多事要做，你都是快点执行你吧。喂 ，Jacky 啊，我是啊，边个？阿天明啊，仲揾我做咩啫？我同你冇计倾啦，不如出去倾下。我唔得闲喎。咁好，拜拜。你啲女人真系麻烦，唔通犯桃花？小琪，够钟去机场啦。好。Suki， 你去边度啊？翻美国。边个嘅主意啊？你讲啊。都系唔好讲啦，天明，我咁做都系为你好嘅啫。你为我好，你唔好假仁假义啊！我已经忍咗你好耐噶啦，唔好唔记得，你要尽你嘅义务。尽乜嘢义务啊？我自从搬咗嚟呢度之后，日日好似坐监一样啊！我而家冇晒朋友，你要我做乜嘢做乜嘢，你要我食咩食乜嘢，你要我练咩练乜嘢，我样样依足晒你嘅吩咐去做啊！咁又点啊？但我一啲都唔开心啊！你成俾我嘅嘢全部俾翻晒你，你唔好再烦我啊！我喺孤儿院嗰阵时，我仲开心啊！而家我唔想再过呢种生活，我而家连最亲最好嘅朋友全部都冇埋，乜都冇啦。你冷静啲，谂清楚先决定都未迟，一时冲动你会后悔莫及嘅。我谂得好清楚啊，你唔好再烦我啊！小乔，我哋走。你的爸爸妈妈还没来的？雪英啊，到底他们来不来的？你这么心急做什么？想见你父母咯。你不后悔啊？好后悔啊，后悔识得你太过迟，爱到你入心入肺啊。你不怕吗？怕什么？他来了。就是他啊。阿母你好，咩话？佢唔系你阿妈咩？
样处置佢？帮佢洗咗脑先，利用佢去对付黑侠。天明啊，我真系估唔到你会对天变发咁大嘅脾气噶。其实我都唔想噶，天变实在太过分啦。你记唔记得我以前曾经讲过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理想嘅。咁你有冇谂过将来有啲咩打算啊？将来我冇谂过。你而家咩都冇晒，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嘅将来打算下。呢啲嘢你唔使为我担心。我有手有脚，唔会饿死嘅。我自细喺孤儿院度长大，又唔怕辛苦，亦都穷惯噶啦，所以我唔惊，亦都唔会担心嘅。唉，坦白讲啊，我而家反而觉得轻松咗好多，冇晒压力，可以做翻自己，而且自由自在，又唔使睇人哋面色，唔使再做人哋嘅影子。你真系咁样谂就好啦。好啦，唔好再讲我啦。系啦，你对你将来有啲咩打算啊？讲嚟听下。我回到去美国会继续我的科研工作。另外我想再入学校进修，我始终觉得知识是永无止境的。自从进行科研工作之后，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。但可惜的是，我没有机会再见到黑侠了。我真的很想当面多谢他。舒淇，你这么崇拜黑侠是因为曾经救过你，不过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喜欢黑侠还是喜欢我。你很想知道吗？我以前听人说过的，有些心里面讲不出的愿望和心事，只要交给海神，他就会帮你实现。确实，我哋嘅计划又失败咗。
系啦，红蝎系咪死咗？系，车神，红蝎被黑侠打败咗，永远都唔会翻嚟啦。咁下一步应该点样对付黑侠呢？你好惊，你唔讲，就以为我唔知道咩？血型，你想走，系咪对我冇信心？我一向都好信任你，最锡忌都系你呢层，你知道嘅。你居然想离开我，我就让你死在我的手里面。车神，我以后对你忠心耿耿，你俾多次机会我啦。背叛我的人，一定会有好的收场的。血鹰的能量你已经得到了，你等机会杀了黑侠吧。你真的不回去？唉，不要说你那么不开心的事啦。傅先生，乜咁啱啊？哎呦！唔好喐个傅先生，枪冇眼噶，唔想死嘅乖乖跟我哋走。吓、啊，唔使惊。欢迎欢迎。Jackie， 你点解喺度啊？傅天明，点样啊？你好想知道啊！你求我啦，我话俾你听嘅。赤神，你冇玩嘢啊！喺呢度我话晒事，我中意点样玩就点样玩。你真系当正你系神啊！八婆 ，Jackie 去闹你主人，你识点做噶啦 ？Jackie， 系我啊！Jackie， 你傻咗啊？阿 Suki 啊，估唔到你会咁紧张噶。呢个女仔真系生得几靓。你想点啊？对女朋友要温柔一啲，等我教下你啦。你唔好乱嚟啊！真系估唔到你个内心感情世界啊！居然会咁矛盾，我真的替你辛苦了。Suki， 我唔记得话俾你听，我又有特权可以随时进入任何人的思想的，知道他哋谂紧乜嘢，仲可以控制他哋，令到他哋对我绝对服从，好似忠心嘅狗一样。仲有啊，话个秘密俾你听啊，傅天明，佢就系黑侠。是不是啊，傅天明？以后不要再遮遮掩掩，穿着那套黑衫出来见女朋友，都挺有型啊。阿牛啊！天明，你走唔甩嘅。
你去边啊？我去救 Suki。 唔准去！呢个系命令，我冇你咁冷血啊！田面叔叔，你点啊？起身。你的智慧告诉我，告诉我为什么会出现两个黑盒的，到底谁是真的？不用惭愧，凭你的智慧绝对想不到的。即刻去吩咐所有的人立即行动，将傅天明捉回来。是是，来帮我按摩一下，送下筋骨先。 Jackie， 我最喜欢你，因为你最听我话嘛。嗯，做乜眼光光望住我啊？索性杀了我啦。讲不到嘢啊，帮我解下条毛巾啦。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巫婆，你一定走不掉的，黑盒一定会杀死你的。你提醒了我，你是我对付黑盒的王牌来的吧。你没办法控制控制的，乖乖地听话，我要黑盒使最心爱的人受伤啊！反抗都无用噶啦，越反抗就越痛苦。我想要控制嘅人，佢点都唔可以抗拒嘅。哎呀！医生，佢点啊？啊，你放心啦，目前情况好稳定，可以话系暂时度过咗危险时期。我可唔可以入去睇下佢啊？可以，唔该。天明叔叔。天明啊，对不住啊，我是我不好。你要记住，黑盒的继承人就只有你。
如果你唔做黑侠嘅话，黑侠就会永远消失噶啦。你安心养伤，我知道点样做。你有冇信心打败赤神啊？冇，但我会尽力而为。我有信心。嗯，哈利路亚！你听住，一听到傅天明呢三个字，你就要杀咗佢，杀死佢。系主人，
铁面叔叔，你安息啊！我答应你，黑侠是不会消失的。去咗几场，你快啲去救小琪啦！唔系，做你唔切噶啦。Jackie，Jackie。放安全带。起飞！撞死佢！撞死佢！佢上咗飞机啊！
身。你的动作咁慢，点样做黑侠啊？你走唔甩嘅。乜？你以为你是我的对手？我要送你去坐监。你凭乜嘢啊？就凭我呢一双手。傅天明，你知道吗？世界上最蠢的是乜嘢呢？话你知就是自己呃自己。我睇你都是知难而退罢了。我知道你犀利，但我唔会怕你。我有信心打败你。你太过不自量力了，就凭你的信心，点做我的对手啊？你知唔知道？点解我几次都冇杀你啊？我就是想感化你，不过好可惜，你唔听我话。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两个黑侠都要跟我过不去？就因为你是坏人，世界本来可以很和平，人人可以安居乐业，但是被你破坏了。世界和平的有什么用呢？人人安居乐业有什么好啊？傻仔，你细心一点再想清楚先。如果没有坏人，就不需要正义之士了。如果个个都是好人，这个世界就没有坏人，那就不需要黑侠了。你说是不是啊？但我情愿这个世界不再需要你和我。人是善忘的动物，没利用价值就玩完的了。不要啊，我有个好提议，我们可不可以化敌为友？不可能，你害死那么多人，我和你势不两立。你冷静点，如果你和我合作，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乐土，我们可以控制全世界，所有的人都会是我们的奴隶，那多好啊！我们合作呢，怎样啊？你考虑一下、啊、你不用妄想啊，你都受死啊！身份同你决一死战，执迷不悟，仲嘥咗我好多口水添。你太过黑人憎啦，我冇咁好耐性啊。咁啊，我要你呢只黑乌蝇从此消失。你赢咗啦！